的鲑鱼炒饭就可以上桌了，但别急着动筷子，这可是宠物的团圆大餐的好菜之一。全部摆满一桌子的好菜，红枣、桂花、骰子牛、如意棒棒腿，还有点菜蒸蛋，各式的蛋肉鱼的料理统统都有了，而且完全不加味精。而宠物冬季最不喜欢喝水，喝上这一道鱼精鸡汤粥，不止补充了水分，还喝到了满满的胶原蛋白。鸡精，然后里面有鸡肉、枸杞、莲子。哦，吃这么好。有的吃，还有的喝，瞧他吃的津津有味，瞬间把整份年菜都秒杀了。而这份宠物年菜推出不到一两年，每年都炙手可热。都是纯手工作的，所以就是我们每年都是限量，就是100组，主打健康诉求的宠物团圆餐，每年100组，但却年年都追加。不止人要吃团圆饭，宠物也不例外。